难以理解的上海圈子。叶师傅啊，你们上海本地人的圈子是什么样的？我也想融入一下。哥怎样？今早正好约了两个朋友，打闹闹起来。好嘞好嘞。哥我帮侬去介绍一下啊。首先第一位，上海五百强的一把手，三叔。阿弟，侬好呀。啊？上海五百强一把手也是以师傅为称呼的吗？哎，保安队长总归是叫师傅的了，出门第一把手啊。啊？那再来是这位，上海市交通监督大队大队长马师傅。哎，小弟侬好。哎呦，我跟侬讲，今朝又骂了两只戆头子。哎，车子还开不开？我举报他伊了。哎，上海交通部还有这个职位啊？哦，这个马师傅啊，天天开叉头骂三门，举报人家，阿拉就叫伊大队长了。你们倒是蛮大的，一个保洁，一个保安，一个出租车。你们这是上海底层圈吧？哎，叶师傅，听说侬辣盖太仓又买了套房子啊？哎，搿我帮侬一道去买套，做侬邻居好不啦？哎，可以呀，来呀，反正勿贵，便宜勿是呀？哎，老三，一道不啦？惨呐，金枪鱼股票套牢了，天天被老太婆辣盖骂。哦哟，侬勿是就买了200万吗？侬摆辣盖好了呀，总归会得上去的呀。哎，阿弟，侬哪能勿一道尬三胡啦？侬迭个小阿弟有眼内向嘛？我就是喜欢干饭，你们俩。